第二局比赛即将开始，版型为侦探怪盗，有请主裁判入场，请所有选手抽取身份底牌。感谢蔡医生给小马哥投食弹幕大神上帝视角，证言兄台今晚超神，他日我天独狼人。第二局将开启全角色上帝视角。10、9、8、7、6、5、4、3、2、1，天黑请闭眼。想要上井的选手请先举手示意，5、4、3、2、1，天亮了。竞选警长环节请举手选手将上井灯点亮。上井5、4、3、2、1，竞选警长的选手有1号、2号、4号、6号、8号、11号、12号。
根据现场时间随机从6号开始发言。3号选手 DQ。好人，我希望大家这把不要说什么春天呀、131啊、天湖地厅啊之类的话，好吧？我只有这一个要求，抿了就抿了，觉得自己对再说，觉得自己不太知道，这就别太知道了，啊！希望 DQ 出去一个不太好的，啊，别的没了，我没抿，我先说我的，我没抿，啥也没抿，那还能说点啥？反正那个大家上井了就自己做做，各自做做身份，能弄出来一个是一个，生推的板子，不要给侦探惹麻烦啊！我反正好人。那我怎么能证明我自己是个好人呢？你看我刚才说我希望三号玩家弄出去是个坏东西，像不像好人呀？你看我是不是一个非常有好人心态的？那么看我那么凶的时候，别的不知道了啊，那个就别搞那个季节那些东西就行啊，过来。终于能发言。那个上一把是狼特别紧张，也跟狼队友抱歉一下，就是真的很紧张，这把好人想发这一届华山或本人在华山第一次发言，六不知道，那个挺油腻的。我抿了一张牌，因为我本人抿人不行，但是二号玩家跟我上一把队友的卦象好像啊，我可以退水，我想让一号玩家拿警徽，一号玩家我不管他是好人是狼人，二号玩家先发言，我觉得二号玩家像狼，这是我抿的。但你看到大家看现在这个尴尬表情，像不像上一把被大家点废的感觉？我觉得二号玩家像狼。其他的不知道了，我觉得二号玩家我蛮有把握像狼的，其他的我给不出来，我可以退水，那我申请让一号玩家拿警徽，让二号玩家先发言，过了。我是好人啊，那个八是99%的好人，我也没说他一定严杀对了二啊，然后我要吃警徽，因为我是好人，我会让我的左手边进行发言，但我没觉得11号是狼，但我想让12号玩家发言，以及4号玩家还有7号玩家，顺便还有12，其余的我没点到的，井下的还有谁啊？井下的是一个椅子，还有你他退水的，反正我点了7，你可以不投给我，那你们两个就投给我吧，好吧？那个5号玩家跟9号玩家，因为我是好人。一号玩家，我没有抿到你是啥，但我就听听你发言吧，好吧？毕竟当初我是唯一一个把你抓出来的男人，所以我还是可以听听你发言，好吧？我吃警徽肯定不亏的，你们该不会想说八是狼吧？你们不会有这想法吧？你看你们不说八是狼，那八是好人，你看八说等会可以退水的，他等会就退水了。然后你们就投给我，我这边发言是不是很合理？就完美，好吧？投给我是你们心中最完美的计划了。交代一下，那个我又不可能觉得你们都是狼，对吧？那个井下的人们，就这样吧。十二号，你好好发言，好好发言，好吧？别抖脚了啊，好好发言。七号玩家，你那个井下也好好发言，好吧？可以吧？就这样吧，我是好人，过了。哎。让你拿警徽，我先发言，这游戏怎么玩呀？对吧，十号呀，我没觉得你一定是狼人，但我是个好人。你想听11、12、12的发言，井上不就可以听吗？何必你拿警徽呢？十号玩家，拿警徽万一最后给侦探指错了，啪，哎，不得了。我觉得三号玩家是好人走的，难了，很悲伤，我们八连好人了。二号玩家、五号玩家、六号玩家，26相两个，57开一个，委婉一点。六号玩家起身说：“我该怎么证明自己是好人？我从来不需要证明自己是好人，我就好人啊！钢铁好人，谁敢打我？谁敢打11号玩家？就问你们全场，除了三号玩家 DQ， 谁敢打11号玩家？我就好人。六号玩家为什么要证明啊？对吗？为什么要证明？八号玩家点了28，小好人。”我不好意思，不会那么凶的，温柔一点。我好人，那个我过了，我比较悲伤。我看三号玩家不知道是什么好人身份做的，我很悲伤，就不想聊其他的了。那个你们后缀发言吧，反正不能给石锦辉，因为我想后面发言。
对吧？你们后缀一号玩家看起来挺像好人的，你拿警徽是可以的，我过了。我敢打你啊，锤爆你都行。但这一局呢，我听你像个好人，我来开个车吧。我昨天警上可是保队四个，打队两个，对吧？上一把我也点对了吧？我觉得十号好人，我觉得二九两个狼人。哎，我不知道，因为十号他的发言里面，我这人比较听人性的，因为三低空一瞬间，我是觉得好人是不应该开心的。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什么好笑的，二号九号玩家，你们有什么好开心的呢？三号玩家被 DQ 了，我为什么定十也好人，也是因为他当时他有跟我对视。其实我本身警就是开。就带盔以前我觉得他挺像狼人的，他招手弄姿卖骚，我靠，搞什么东西啊。我觉得他当时很兴奋，因为他带盔以前我觉得他很兴奋，像个狼人的。但他起来看到他，我很懵逼，我也是很懵逼，看到他正好转过头看到他也是又懵逼，就觉得那觉得好人很难，就是因为这好人的担忧感就出来了。十号玩家发言也是这么发的，我觉得应该不会保错，十十一八比较像个好人，六是最像狼的。因为我一直看你，因为你也在一边说话一边很轻松的，你也不太关心三号敌不敌克。我觉得从心态上面，你们这些都比较像狼人。这是我打的招，二六九三个，我觉得十十一像好人。你们要信得过，我就把警徽投给我，好吧？让我来开这个车。上一把是我保住四的呀，我不是唯一金水铁保四吗？对吧？那 MVP 给你的弄了，好吧？我要指挥这一把，过了。我没觉得十二很像个好人，因为我没觉得六很像个匪，我觉得六心态跟我蛮像的。我只是想上来多说说话，我连警徽要不要我都无所谓的。因为我觉得八号玩家，我觉得你的底牌应该蛮厉害的。我是觉得八号玩家底牌蛮厉害，十一号玩家我也没觉得，就十二保十一，我都没觉得十一一定是个好人，因为十一号玩家一直说，三号玩家出去我很悲伤，但你笑得太开心，就你一边悲伤一边在那边笑，我也不知道你是个什么。给十，可以吧？我觉得警徽可以给十。但我觉得你应该先让九多发言，让九号玩家开始发言，因为我觉得井上的匪不是很多。如果十一、十二，因为我觉得六是个好人，八是张厉害的牌，十号玩家应该是个好人，我是个好人 ，X 位置就二、十一、十二，的井下七号玩家你怎么又那么紧张？反正我有可能抿不对你，的，因为我觉得七八开牌都很紧张，然后八号玩家发完言，我觉得很厉害，我是个平民，我先叫身份了，免得。这个游戏平民蛮惨的，对吧？我是个平民，平民过了。身份什么东西呢？我就不跳了。当我拿到狼时，你们严杀我，可能我就会搞点什么操作打电飞。但这把我是个好人，你们严杀我的呢，我警上不大想去攻击你们。到警下呢，你们听完我警上的发言，依旧觉得二号玩家底牌是狼，我们就再来聊一聊，好吧？前置位我觉得最像好人的是一，虽然一保了六，但六号玩家说我怎么证明自己是好人呢？那我觉得三号玩家可能是个狼走的，你看我多开心，但我感觉你笑不出来，这是我唯一质疑六号玩家的点。我为什么笑啊？像十一号玩家点我二九为什么笑？那总归概率选嘛，怪盗狼王睁眼两次，搞不好 DQ 有一次，我为什么不开心呢？凡事不得往好的方向想嘛。那三万一是个大狼走的都。我为什么不开心呢？所以当你打我的点，我也可以反击你，因为我觉得三可能是个狼走的，所以当你在看到三走的时候那种比较悲哀的表情，我反而觉得你是狼，对不对呢？总归前置位我听起来最像狼的是十二，所以你们给一警徽我不愿意。虽然一号玩家是我认的好人，但是一号玩家如果拿到警徽那边发言我可以接受，这边发言我接受不了。哎呀，谁拿警徽都无所谓，我也不要这个警徽，但我水是不退的，因为我底牌是个好人，前置位打我的牌挺多的。我认一是好人的情况下，一去保了六，我就不太想去攻击六。一说八号玩家可能有身份底牌，我希望你听完我警上的发言，再对我警下的身份给个定义。这个板子我真的怕好人打成一锅粥，好吗？所以我不太去攻击，我只点我听起来像狼的牌。我觉得十一的表情让我觉得不太好，我觉得十二的发言像狼。所以一号玩家拿警徽，如果让我这边先发言，我觉得很大概率狼在归票位，所以我不大愿意一号玩家拿警徽，好吧？其他没了。如果井下人觉得二号玩家发言钢铁好人，投给我，我就让一先发言。虽然一是我认的好人，好吧？过了。你们真的被一先分开了。
你们真的都太异想天开了，还有狼会无缘无故离场的。我开完牌之后，因为我会看大家在玩亏的那个，我看到三这个位置空的，我是非常惊讶。但二号玩家是在笑，所以你们所有人认为二号玩家是狼是基于这一点。但我看到三号玩家离场，我你们前面发的什么我都没听到。那个八号玩家，你说你敏二是狼，警徽给一，一让二先发言，那我是啥？警徽给我，我让二不有人先发言吗？但八这一轮发言是像好人，发出什么？上华山第一次好人发言这种也那个六号玩家，你就像十一号玩家所说，你是好人凭什么要被别人扔下？你是好人你就是好人啊，谁打我你就要去分析打你的人是狼人还是好人，打你的人是好人你就劝他，打你的人是狼人你就去把他打回去啊。所以六号玩家跟十一号玩家发言对比，我认为十一像个好人。那个十号玩家因为保了前置位，我认为的好人八号玩家，所以十号玩家身份在十一号玩家之下且在六号玩家之上。十二跟一我没听出来，二因为他那个笑，我也没怎么想听他发言。我底牌是好人，警徽我就不要了。我本来是想上警分析的，但是好像看到有一个人走了，我心态就蛮不好的。而且我猜的是猎人和猎犬没了一个，我过了。竞选警长发言完毕，退水自爆环节，五、四、三、二、一，人在井上的选手有一号。二号、八号、十号、十一号、十二号，请井下选手戴盔投票，请戴盔，请投票。五、四、三、二、一，停止投票。五号投给十号，七号投给十号，九号投给十号。投票结果：十号当选警长。昨夜平安夜，请警长组织发言顺序，请其余选手退水。九号选手请发言。十号发动技能翻牌为侦探。九号选手请发言。你是汪汪吗？你说投给你那边发言，我就投给你的，我觉得是合理的，这也跟你的底牌无关系。我那个时候井上没有觉得说你什么铁好人，但是大概率偏好，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你跟我前置位的听感差不多，所以给你之后我往那边发言，我也是看了十二，我觉得十二跟上一把的感觉是不大一样的，所以这也是我认同的，所以我认同的两点我就投给你的，这是投的理由。然后那边一二一说他拿警徽怎么样，二说二就纠结于我一定要拿警徽让这边先发言，他就很纠结，就一定要这边先发言，他说那边发言就不行，他说一不能拿到，十说自己拿到，一说不要，他说我不能给一，不能不想自己先发言，想这边先发言，那给十那边发言不就好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听什么发言，所以我觉得那边是产问题的，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发言更好。这是投给你的理由，那你要翻了就翻了，你要我先发言，那随便吧，那你就自己听，我好人。然后井上后置位，我觉得开问题的是暂时是十二，你现在让十二沉底就沉底，那就再听一轮。八我暂时不会动，一暂时不会动，今天这一轮是我的感觉。然后井上还有问题的应该是六，所以是其实聊他们的人里面都差不多。井下还有两张是五跟七，但我那个时候我这个角度看我就没看到七在井下，我以为就我跟五在井下，所以我开牌就一直在盯着五看。我后来他报七投给十，我才看到七在井下，这是我没看到的，所以我就盯着五看。我觉得五个井下很可能出狼，我自己是好人，所以五有可能又是的，因为五也跟上一把差不多有点紧张，所以这是我本来也想打五的，但后来看到七也在，所以就再听一下，因为是两个人，所以再听一下再去定义。本来如果是我们两个在井下，我会重点抛水包给五看，听他反馈，而且我抿他可能是，所以这就是要说的了，没其他没有了，那你就自己来吧，我好人，然后你自己玩吧，过了。二号选手请发言。你语速太快了，我没有完全接收完，我仔细吸收一下。你说是五，我回忆一下，因为后面有信息量有点大。你说是你觉得五紧张，七紧下，然后呢？你觉得我有点晕，有点晕，因为我很想听到你对二号玩家的判断。井上我是跳起来重拳出击干二，二号玩家说哦，八号玩家我跟你对对话，他的视野里没有我这张牌的哦。那我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是张狼人牌呢？他视野里没有我这张，他说是我觉得十二像狼，为什么像狼？我没有听到，我是非常仔细去听二号玩家发言的。二号玩家说你们井上认为听出来，他说是怎么井下听我像好人的把票投给我，你那个发言你觉得你能吃到票吗？二肯定在内推里了，二肯定在内推里了。九号玩家刚才发言我真的有点恍神，有点恍神，因为我特别想从你嘴里听到的东西，因为我感觉二号大概率是个狼，我特别想听你的评价，没听到，很伤。我缓缓，我缓缓。嗯，
我有点忘了，我井上是觉得六号玩家做作，然后十一号玩家起来是说我就是好人，我就是好人，我心里甚至会觉得十一号玩家像张做作的狼人牌的，我就是想做作的狼人牌的，然后我甚至怀疑二号玩家卖出视角，三号玩家可能真的是让狼人走的，真是让狼人走的，但我这是我怀疑的意见。那今天总归不是，至少不是十一的轮次，因为十一那个状态，但二号玩家应该在内推里了，六号玩家我井上听得不好的，其他不知道。十二，你怀疑十二，我十二发现我忘了。过了，七号选手请发言。我投给你票，因为我认为你有可能是个警犬，所以把票投给你。井上听十二一四像好人，八像好人，然后剩下的不知道，没了。我在这儿只是仔细听你们发言而已。我井上认为就这么多吧。然后十一那个点是因为一点的。对吧，你认为三是个好人出局的，你笑得很开心，没有一点悲伤的表情，所以说你只是说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好人，我没有认下。然后六的发言就是也听不出来，反正第一个发言嘛，井下再听呗。然后九去点了十二，不太能排吧，因为他去点五，所以说再听一把，总归莫志伟你自己沉底去想吧，剩下的没了。二的发言我是没太听清，好吗？只能聊这么多，没了。嗯，剩下再听吧，我过了。六号选手请发言。我觉得我左一右二都是打我的太多了，我怕你搞错，我就跳了。你是饮水，打我的人太多了，井上一圈除了一保过我，我连一都不想保。所有人都在打我，我希望你们跟我对跳，对跳以后你就让我拿一点，可以吧？外面再搞一个。你坐得很像狼，你这样坐着很像狼，四号玩家特别像，坐得特别像你们的狼大哥。我认为可能是实在那个位置点四的理由吧。啊，想点九，那怎么弄呢？那总十一十二一全变好人了，无所谓。我觉得你们可能会跟我猎人或者猎犬确实可能没了一个，猎人或者猎犬确实没可能没了一个。我被打的太多了，我没办法，我怕你咔嚓把我翻了，好吧？别的没什么，我可能会七九里面开赌吧，七九里面我可能会开赌。翻的话你听听四发言，你想想翻要不要翻四，我觉得四比较像那个大的。我说话不算的啊，你怎么翻是你自己的问题，好吧？我赌是我自己搞，你翻你来啊。那个，所以反正那前面锤我就锤了，他们也发不了言了。那个之前那个殴打过我的，麻烦那个哎啊，之前殴打过你身份高得很啊，一号玩家，你身份高得很，井上宝女巫，你身份可以啊。那什么十一十二啊，什么不能证明自己是好人的，什么不让笑的，什么觉得我跟三是两个狼的，什么东西的，抓紧时间，好啊，抓紧时间。那个怎么想想怎么说吧，过了。那个二四我五号玩家发言。那个二四我分不太清楚，我觉得一号玩家是好人，但我为什么没有投票给一？我觉得你也是好人。我井上单听独立发言是一是两个好人，八号玩家你保他，其实我并不觉得他一定是好人那个时候，但我井下听他的状态也蛮像好人的。那个六号玩家是我开牌眼保，但是我不会上井去说，因为他看牌非常的快，就马上放到那个里面了。但是他是我保的好人，他的发言里面就是说，就比较油腻，说什么不要说麻将那些术语。之后十一号玩家强打他的点是我认为不太像的，我觉得你今天应该要在九十一十二里面这三张牌里面翻。九号玩家他那个六号玩家，因为七号玩家和九号玩家不一定共编的，因为七号玩家他说那个九他不太能放得下，是因为九点了五这个位置。虽然我不知道他也没有延伸出为什么他觉得九和五里面九号玩家更像匪徒，是因为
九打了哪张牌，其实我也没听懂他的逻辑，他只是突然去说了一下井下这个九他不能放。九号玩家的逻辑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投票十的，我本来对井下就有关注，大家那个十二号玩家点二九笑得很开心的时候，我就在关注二九，九号玩家的确一直在笑。然后那个他也不说他为什么笑为什么开心，就像三号玩家井下是什么身份你也不给大家解释。我是觉得三号玩家是很有可能要么就是怪盗狼王，要么就是某种神牌，他不可能是普狼被 DQ 吧，我觉得是。所以四号玩家井上他说这个东西，你觉得他可能是怪盗狼王吗？他自己点的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不太像。所以说二四我还要再听一轮发言，我觉得十一号玩家井上强打六号玩家，一号玩家在那个位置把六号玩家保下，但他好像没有打十一。然后那个十二号玩家在他那个位置保了十、十一、八三张牌，但是你点了九号玩家，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其实我对九号玩家是最有敌的，好吧？别的没了。那个，而且我其实你发言的时候，你点七和四，我在仔细听，我在想我会不会抿错你的身份，因为你打七我不是很满意，而且四号玩家我也没有听出来他一定是怪盗狼王，你仅仅用坐姿，但是你说了那个你是我研报的好人，再加上你说如果你不跳，你会被狼人就是群起而攻之，因为很多人都点你不好，特别是十一号玩家在末置位。十一号玩家这个我不是在打你，我觉得你井上就是强打六。现在六号玩家跳了张女巫牌，如果啊我说如果六号玩家他不是一张女巫牌，他是一张悍跳的，今天你先在井下，你就在我们这三张牌里面翻，我认为九号玩家是定狼，我并不觉得七号玩家很像匪徒牌，只是因为九号玩家先来攻击我的那个点我认为不成立。我还不知道我有多少秒，就这样子好吧。就那个六号玩家如果后面哪怕有人悍跳也不要先去在女巫里面翻，好吗？其实我觉得你跳的有点草率，但是我也能理解你为什么跳。那就七号玩家先那个吧，我觉得你点的东西你最后还是可能会被打的，因为我认为七九可能不太能见面，好吧。我是好人我过了。四号选手请发言。五号玩家你为井下好人，七九只在井下开一个狼，六号玩家是你元宝，七九开一个十四号人，你是好人。二四你说二四觉得不够面，二四开一个。八号玩家你打过那个，你认为十一是狼。假设你七九当中你点的是九九十一，二四当中你点的是四四九十一，还有一个狼呢。所以我就没听懂那个七号玩家你说十二一四八上车，十二一四八加你七，六是女巫，六个了。十二一四八，你把十一打掉，五七你没宅。二号玩家是一个，二是一个，五七你没宅，五七再挑一个，实在是一个。那你的狼龟是谁？二、五、九、十二一四八六，十一，这是你的位置，你的位置也不对。我反正看到这个人走，我是真听不下去。你们讲的东西都太好笑了，怪盗狼王不见了，怪盗狼王怎么不见了？怪盗狼王先跟小狼一起睁眼一次，独自再睁眼一次，他什么有机会不见？唯有可能就小狼在怪盗狼王的时候睁眼，或者是猎犬跟猎人的时候同时睁眼不见掉啊！你们真的太异想天开了，你们真的跟春天哥一样，心里想的东西都是那个，看到他没了二在笑我就觉得他是狼，十一跟我一样很难过我就觉得十一是好人，你们发言我一句都听不下去，就没啥。反正我是觉得十一现在六跳出来是女巫，我是好人，井上八是十宝的井上的牌，五七如果是井下两个，二是井上那一个，现在三个，还有一个是谁？还有一个二号玩家发言是说认为一是好人没排掉十二，那是一二五七四个也不能成立，所以那个就看你自己本事，归谁毒谁验谁猎谁这些东西你就自己安排好。那个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过了。二号选手请发言。先听下来我是不大想笑了，因为无论狼人还是好人都告诉我三可能真的是好人走的，所以我不觉得十一井上发言是狼。我不知道井下缠几个狼，是不是狼队打了格式，我听五七九听不出来好人，五七九我一张好人听不出来，这轮四的发言我觉得不像狼啊，总归我评委席的，我就帮你给意见。女巫说她要七九里弄，她觉得十一十二不好，
我觉得十一可能是好人，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要弄弄十二，六听完五七九的发言去五七九井下弄。我觉得五七九得开出两张吧，我觉得最像的可能是七。井上一的发言我不觉得一像狼，因为那一在那个位置同时也攻击了十二。八玩家我是不大想跟他对话的，他说我开牌像个狼，所以他打了我两轮。你说这种发言我怎么去攻击他呢？对吧？你要有勇气你就说二玩家就是我岩杀的狼，十二玩家把二玩家给翻了，这个单我来买，那不也挺好吗？你又说不出这句话，我也不能对你说出那种话，因为你的发言我不觉得你一定是狼人，你全程的视野只有我一张，你是个狼我觉得你也没有什么收益。所以我觉得八是好人，六是女巫。六号玩家的发言是他觉得左一右二都是狼，听完四这一轮发言我觉得四不一定是狼。好吧，你要觉得他是怪盗狼王，他是那个啥，我是个小狼去保我的怪盗狼王也可以，但我觉得今天不大能够是四的轮次井下的发言出来。啊，五号玩家攻击了十一，我回顾了一下十一井上的发言，我只能说我不能确定他一定是，好吧，我觉得你七十二你弄，作为一个评委啊，我给你的建议是七十二你弄一弄，好吧，其他我也没什么好发的言了。我希望八号玩家下轮不要再攻击我，我不知道你底牌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你单点攻击二号玩家不大能是狼，因为你这样做收益很小，除非你在压榨我的身份底牌，你觉得我可能有身份，我是个啥宁愿被翻出来我也不会跳出来，因为六跳了女巫，一跳了村民，如果我觉得三可能是那啥走的，我们就血崩，所以压力还挺大的，所以我希望你稳一点。我是个好人，我跟你警长对话，我建议你七十二里弄一弄，这是我给你的对话，好吧，其他没了，过了。一号选手请发言。我觉得你们告诉我十一是个好人，因为我本来没有排掉十一，但我觉得二四里面是有匪徒的，但二四都告诉我十一是个好人，我把十一想排掉了。其实我觉得七九里面稳一点弄七，对吧？这个是我觉得最稳的，因为七九里面我觉得九的状态还行，对吧？六号玩家是个好人，因为我觉得井上心态跟我蛮像的，但有可能我保你保的突兀了一点，但我底牌是个平民，我就是挺发言。因为我觉得二四里面开匪，但是四号玩家的状态，就是二四里面是谁我不知道，因为四号玩家的状态就真的很像一个忧国忧民的好人，但我觉得这个游戏好像也没那么重要。那么就是二四开一匪，五七九，我觉得九都不是，五七二四开一匪，那十二十一里面要开匪徒，你们都告诉我十一是好人，所以十二你可能是个匪徒，对吧？就大概这几个位置，十二、五七、九，我觉得都不是很像，那唯一容错可能在九，我是个平民。我觉得最稳翻七，那我觉得七一定是个匪徒，七不能是个好人，因为我说七号玩家你底牌一定有身份，但你井下的发言你告诉我，你其实告诉我什么我都不知道，我觉得你什么都没告诉我，啊，我是个平民，我觉得可以出七，然后晚上可以把五验了或者把九验了，因为容错就在五九，二四里面开匪或者二四里面验一个，那大概就这样子，啊，我是个平民，平民过了。十二号选手请发言。一二九吧，我给你意见。就三个，我告诉你啊，这都是反人性的。社玩家，我跟你对个话吧，因为你的心态跟我是一样的，所以我才会认你是好人。但我井上我的发言，你不能认我下认下我是个好人吗？现在我是打蜡了吧？我说他们这种都是狼人的心态，因为为什么要开心呢？一个人 BTO 了，对吗？一号玩家他说他跟我们心态一样的，但他不认为我是个好人，却认为我是个狼人。就四号玩家忧国忧民是好人，十二号玩家忧国民就变狼人了。所以一号玩家，你的逻辑。九号玩家是最刺激的，我认为九应该是个定狼。我的井上打二六九三张牌，井下他跟我说二六是狼，十二也是狼，这九号玩家井下发言吧？你觉得他能发出这种言吗？而且他有句话在我这里特别敏感，他说你是汪汪吗？十号玩家，我就单点对你话你，我认为九应该是定狼。一二九三个，还有个在哪啊？其实我是因为他们心态都偏向好人的，我是比较听从发言的心态去找的。因为这逻辑这种东西，在座的各位都能编出很成体系的逻辑，我只会去听他发言的视角。你看一号玩家，比如说他说忧国忧民是好人，但十二忧国忧民是狼人，是吧？
二号玩家也是一样的，他说四号玩家右过一位好人，十二号玩家右过一位狼人，这就是他们发言的视角。为什么我跟四号玩家做同样的事情，四号玩家是好人，我跟我十二号玩家是狼人，所以四号玩家你只要保单本保十一，我也认为十一是个好人，因为他的视角跟我一样，你的视角也跟我一样，所以因为我们是好人共同的视角，共同的我们的方向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操心的事情是一样的。一号二号二号就不用判评委席，评委席在这边，这三张好吧，我觉得翻九最稳的过。十一号选手请发言。我觉得一跟十二是有狼吗？我没觉得十二一定是狼人，我倒觉得像二五七九，二号要把自己狼队友全打了。我没觉得二号要紧张像好人，因为二号玩家井上发言是我是个好人，让我先发言，我让一先发言，我认为一是个好人，那为什么这照样是这边先发言？那二号玩家井上只攻击点没有说是一定好人，他也没有说十二一定好人，但他觉得一号玩家像好人，一号玩家也说这样发言，那为什么不能让一拿警徽呢？对吧？那个井上攻击错六，我是觉得你的发言我听是很像狼的，这个没办法，就我是好人，我听你像狼，我肯定要点的。点错那是我的问题，对吧六号呢？那没办法，点错就点错呀，对吧？但我是好人，我得告诉你我为什么要点你，我会讲清楚的。那个五号玩家攻击是九号玩家，五说九是个狼人，他说七号玩家跟九号玩家不能是两个，为啥七九不能这样，我是没太听懂的。然后五号玩家说今天从九十一十二中归，他说七号玩家像好人，他说七九不能这样，九他在井下九不就一定是那一个吗？为什么今天不一定翻九的，对吧？五号玩家发言也是不能保的，因为他攻击是十一十二，二号玩家就能说井下五七九没有好人，那为什么要从井上翻嘛，对吧？所以他们的发言我都保不下，我觉得四号玩家倒不像狼。九号玩家是起身发言，我没听出来一定狼人了，他挺滑的，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你自己去看。我觉得翻七可以的，因为翻七如果是个狼人，一就是个好人，那一就是个好人，那我们只要把十二号玩家再听一轮，看是不是好人，外追坑就出来了。三号玩家先不管了，对吧？十号玩家，我是个好人，我希望你能听懂，反正也没人打我了，对吧？尽管我严杀了女巫，也没人打我，对不对？那我是不是一定是好人？严杀女巫也就那个七号玩家，不是七跟五拿我做事情，后缀都把我保了。一号玩家说我好人，那我就不跟你表示了，对吧？六号玩家，你自己听。我觉得你打的七是对的，四不一定对。我没听出来十二一定狼人，真没听出来十二一定狼人。我认为在七九中翻，或者翻五号玩家，五七一定在井下翻，井下不可能没狼了，这个板子，对吧？你自己去想，我过了。十号选手请发言。原来这张牌这么累啊！早知道不要警徽了。要听你们这么多人发言，你们对我怎么这么好啊？说他可能是警犬猎人 DQ 了，女巫跳起来说哈哈，我是女巫。什么呀？你们给我的太，你们确实给我减轻了很多负担的。今天我会翻一个你们都想不到要翻的人，等会儿我会直接翻的，好吧？然后那个好人是五六八九十一十二，所以我的狼位就一二四七九。那个你是弄错。好吧，你别做好人了，一号玩家，什么五号玩家、七号玩家、十二号玩家在位置，七九别人，那还有个容错跑去哪里了？你自己啊？我觉得你保四也太奇怪了，什么忧国忧民了？你怎么可能保四？你是好人，为什么可以保四啊？他的发言一直在画圈、画圈、画圈，只有画圈，没有别的。你的逻辑告诉我四是好人，告诉我九的状态是好人，警上就告诉我六是好人。那个我会翻一个人，然后晚上读就是你刚刚自己说读的那个，我也觉得没错，好吧。我是自己没排了十一的，然后十一号玩家是你们排的啊。原来侦探这么难玩，这么烦呀。我每次看他们玩的时候觉得挺好玩的呀，自己玩的时候真的一点都不好玩的。好吧，我说的那几个就别动了，我觉得是好人，别动，好吧。那个就等会把我说的位置里的全投完就行了。
过。所有选手发言完毕，请侦探发动技能。发动技能翻牌四号，四号翻牌为平民，请四号选手发表遗言。我发动技能五、四、三、二、一，请死亡选手离场。天黑，请闭眼。三、二、一，天亮了。昨夜双死死亡不分先后，六号、七号是否发动技能？五、四、三、二、一，请死亡选手离场。请警长组织发言顺序，警左或警右。十一号选手请发言。我肯定好人吧？我对着刘海牙说七你打对了，四你打错了。我只保了一张四，外追我都不保。我就觉得四号玩家像好人，很可惜，不能跟四号玩家。哦，无所谓。胜利不了了，我是觉得二五七，我没觉得一十二像狼，除非九号牙排了一十二进一个，我觉得二号牙一定狼人，一定狼人，那个五号牙也不像好人，可能五七九号牙要排了吧，因为我觉得七号牙像狼，所以一号牙就比十二更像好人一点。发啥言啊？那个你们打起来吧，他归票啊、哦、我没维持原判，我没觉得五号牙像好人的，因为他盘了很多很多很多逻辑，最后要让你从井上滚，他说七九一定开一个的，他的发言七九一定开一个，所以他一定建议你从七九里开，不可能再说井上开，干嘛从井上开了，对吗？啊、哦、我要再听听九号牙发言，因为我没觉得九号牙一定狼人，没听出来，对他笑得也挺开心的。那个现在三号玩家猎犬走的吧，一定警犬走的吧？那个他们只要找一张猎人就行了，让他们找吧，对吧？但是也不一定。那个我狼人刀中女巫毒了侦探，我还输了，对吧？不一定，不一定，还是有希望的啊！我过了。十号玩家，你认我十一、十号两个是好人，我们就在你前面发言，刚刚发言，我们说四号是好人，你真的也是脑洞天开了，把四给翻了，怎么弄呢？你认为是二五七啊？那还有一个呢？不是九怎么做好人啊？他
你为什么读九啊？因为我井上是打二六九的，井九下说二六两个也是狼人，但我十二是好人。他能发出这种言论吗？他是个好人。一九号玩家，他能发出这种言论吗？怎么发出来的呀？我井上打的是单输出三个张牌二六九，他说二六是狼人，十二是好是狼人。他而且他也不愿意回问我，我其实也是点你为什么要笑？三号 DK 你有什么好笑的？你说好人，你大大方方说出来就行了呀，把你心路历程讲给我听啊。那九怎么做好人啊？我是不愿意相信九是好人的。怎么弄呢？这是十号玩家振作一点吧。那死马当活马医打吧，好吧，过了。我是不觉得十号玩家穿四有什么名气。我认为四的状态蛮像个好人。我说二四里面开北，其实我想踩的是二，但是二起来踩死了七，所以我告诉你，我说翻七是最稳的。但在这个轮次里面，是不是你一定要去找一张明狼，是一张定狼牌，是不是把七翻了最好？就那么简单一个逻辑，我也不知道你翻四的逻辑在哪里。但你认为我可能是个匪，那你也可以翻我。但你翻完我以后，是不是四就进宝了？因为我底牌是个好人，因为我保了四，这个逻辑还听不懂吧？而且我已经告诉你了，我说我认为的匪坑是五七九是龙错。那么外置位的匪可能二四里面产一匪，所以沉底我踩了十二。但你发现是不是只听一半？我也没觉得十二一定是个好人，反正。对，十二跟九，如果这个轮次是这样的，十二跟九开一个匪，七号玩家是个匪，四号玩家是个好人，那么二五不是里面随便捅吗？对，这个轮大家应该能听得懂吗？对，二五一定是随便捅，因为十二跟九一定不是两匪吧？十二跟九如果只开一个，那么二五里面随便捅，二五七，这个能听懂了吧？对，我底牌是个平民。好，请二五好好发言，对吧？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是个平民，平民过的。我还需要怎么好好发言呢？八号玩家井上打我到现在，我说八号玩家可能是好人。六号玩家说四号玩家可能是怪盗狼王。我起身听完四的发言，我对六说，我觉得四不是，四是好人。一在井上就没有保下二号玩家，我说一号玩家为好人。十一号玩家打了我三天，我说我不想打十一。一天找一狼嘛，我井上觉得十二是，我井下觉得七是，我给了你两张，我说七十二你随便翻，你告诉我一二四七九是狼人，狼现在得互打吧？我看九号玩家状态不大像狼，十二一直打九，怕做身份。哦，没关系，我被好人在井上严杀了一张，我是一张被好人在井上严杀的好人牌，人微言轻啊。拉个 PK 吧，今天就二十二，出错就结束，该摸我，就只有八张，我跟十二上 PK 台，你定，是吧？总归好人赢挺难的。力奔三吹壮士死，然后三天梯实在相勾连，总要有人牺牲。你牺牲四，还不如把我翻了。就跟一号玩家说的，你把一翻了也能政治视角，你把四给翻了，没有三死。三就是那个啥，三手也撞啊，咋办呢？我是觉得这把就差不多了，那就拉个生死皮吧，对吧，小马哥？我们就皮一皮。后置位总归我打的牌多，我也打了五，我也打了九，八也觉得我狼，十一觉得我狼，就看你归这一票了。我井上听十二就是，所以无论一拿警徽，我拿警徽，我都让十二先发言。我井下听七就是狼。所以我把外置位都保了，我不觉得十一一定像，我不觉得八像，我觉得一好人，我觉得四好人，我没有位置打，你们都告诉我三是好人走的，那我狼坑我只能告诉你是不是狼打了板子，五七九井下开三狼，加一张井下的十二，井下翻你翻七，井上翻你翻十二，这是我给你的建议。我说我是在评委席上给你投了评委的一票，你不听，你觉得我是狼，你可以依旧保证保持你的立场，但是你觉得十二是好人，二就一定是狼，那今天就二十二 PK， 我对话所有人，无论你狼人好人，好吧，今天就是最后一推，你也不要想什么乱七八糟推对了再什么，没有的，推错就输了。我觉得十二是，就二十二生死皮。我跟你的对话，包括十一号玩家，你自己回想一下，你点的位置跟我点的位置，除了一张十二，其他一模一样，只是我点了四张。你只能点出三张，我只是对话所有人，九我都放不下来，我单听发言看你状态觉得你好人，
但十二一直打你，我觉得狼打狼过了。如果三号玩家他不是一张狼人牌走的话，九号玩家、十一号玩家、一号玩家、二号玩家，我觉得他们四狼在场，我觉得，因为我真的盘不到七号玩家，因为我点的这些狼人，他们第一天都要去翻七的。十二号玩家在他那个位置点二点九，说今天一定要去翻九。十一号玩家认为井下武器成为共匪，二号玩家也是匪徒，他说二期里面要翻的牌是七号玩家。那为什么你觉得他开口说不行，这个二跑不掉，二五七就是三个，他首先要打的二，就是说二号玩家你哪怕打五打七也没有用，然后他也没有去剖析二五七里面谁可能构成大狼才会形成这样子的板子。然后好，二号玩十一号玩家昨天说你是个匪徒，你今天跟十一号玩家低头去拉了十二号玩家 PK， 只是因为十二号玩家井上点二九吗？那个七号玩家是匪徒的原因是什么、你们听得懂吗？我听不懂啊。我认为啊，我其实那本来对五七九我没有敌意的，只是他笑了。十二号玩家点过九，这张牌我也一直在注意，因为井下有九号玩家和七号玩家，我盯着他看，我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他井下直接说，因为五号玩家在井下，同位井下，我觉得五号玩家偏紧张，我从来没有紧张。十一号玩家我本来不想点你的，虽然六号玩家是那个牌，我说九十一十二里面我要领先翻九，你为什么在第一天他比较像一张好人，是因为他那个三号玩家走的时候他的状态是蛮差的，所以说我还是建议在二九里面我们先找一张牌投掉。如果二号玩家你自己要跟十二号玩家拉 PK， 我认为你们二九是两张匪徒，十二号玩家钥匙狼也只能是那张大狼，所以说我们今天一定是先把二号玩家公投出去。九号玩家如果我是打错了，你一定是因为你先动手的。十号玩家请问你为什么能吃到警徽，警后一定会有狼人，你吃到警徽是不是因为你在警上点过七号玩家这张牌，点过是反正点过七，我不知道四你有没有点，你不然你为什么吃警徽呢？我为什么不投给一，是因为一号玩家认为你是好人，他保过六，我在想我也不想去投那个票，我觉得你大概率也会能吃到警徽。然后就这样子吧，八号玩家我已经盘不到了，我的狼坑就是九十一一二，我要投二号玩家。三号玩家可能是狼人出局的，狼人没有被 DQ 过吗？你们没有看过这个比赛吗？所以说九号玩家如果你是好人你一定要把我往外摘，如果你还要今天来推我的话，十号玩家你要认真去听发言。我认为十二号玩家如果他点那个九号玩家今天还打我的话，那就是二九两张牌是匪徒跑不掉，我们今天就先出二再出九，最后十一十二一里面我们再去摘一张好人，这个游戏就一定能赢，好吧？我是一张好人牌，我不跳身份过了。七不是个狼走的，我们是不是就等着那个啥了？我认为二五七九四个五象大狼，五象大狼，二五七九四个。那个刚才谁说的有一句话是对的，这轮总归是狼互踩的吧？这轮现在有听到人踩十二吗？还有听到人踩一吗？不就是二五七九的搞吗？我认为是二五七九四个。然后我其实蛮心疼十号玩家的，因为我上一轮是前缀发言，然后一圈一圈我去发言记不太住了，但我感觉真的像就二五七九，七号人家必须得是个狼走啊，我们只能当他是个狼走的。我认为二五九是三个，然后你找一张大狼吧，挺难的。我觉得说多了狼也知道了，过了。我只能你保我了，因为这种东西是你给我的，你自己拿了个这个东西你去打，然后丢我在这里，然后他们全都攻击我。我起来说五号在井下，我没看到七的灯亮着，因为这个角度看不到红色，所以我一开始就盯着五看，我觉得他跟上把有点像，所以我很质疑五，因为我觉得井下可能开朗，我自己是好人，所以我觉得五可能是，但是七 A 然后上那个时候发了说七在七投给十，所以我才发现七也在，那我说那我再听听五七，然后五号玩家是盯着说九号玩家今天必须给我翻牌，七号玩家好像也多少攻击了我吧，我们二五七九五还是大狼，第一天把小狼干在台面上干嘛，图啥呀？就是反正他们会打，他们也不知道我们里面有几个，你觉得我们井下三个，至少我们井下随便打打吧，也不会这么打吧。五号盯着我说我一定是狼，你还觉得五九是两个，我疯了。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如果五不是啊，就是二十一十二七线一定是，不能四个在场嘛，对吧？所以一我是这轮也不是很想打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像呢？因为十二说十二井上说二六什么哪几个是狼人，然后我说我觉得我听完发言，我就井上就那边先发言最合理，我觉得十二的发言有点跟上把有点不一样，我想再听一遍，因为他有些人攻击过他了，再听听反馈。六号玩家井上的第一个发言的，我说有可能也有点问题，他成立他是女巫对吧，他有点信息那是可以成立的。那现在是什么呢？十二号玩家说就要弄九，二号玩家起来说我跟十二号生死皮，
其实如果二十二是两个，十二就一定是大。开了盾，这是我感觉的，对吧？那我也不懂，因为你们都说那个我是那个牌，你们都说什么知道什么什么他什么什么出局，那正常我们也没听到起来他，你们说什么看到他很难过的表情，我起来看到他就已经不在了呀。所以你们怎么看到的？我真的没看到，他走出去我都没看到过，所以我都你们，所以只有狼人或者是自己是猎人或者是自己警犬才去注意。但我刚刚也仔细听了，是警犬先睁眼啊，那被 DQ 的只能是猎人，什么东西啊，我都服了。你们仔细听啊，因为你们说的那个话题，所以我就仔细去听了。我听了上帝说是警犬先睁眼，再猎人先睁眼，那要被弄死也是后一个被弄死，为什么前一个被弄死？我也不懂。你还说这个，我是建议二十二里弄，其实弄二也可以。唯一容错是十一，因为五盯着我打，说什么叫我如果是好人不要再打他了。他如果想求生欲求我，然后求生欲求我来不去弄他，因为前面二十二如果是他两个队友，他就说就二十二里头，然后求我不要弄他。我今天觉得就是本来就想弄十二，但是二起来说什么就盯着十二生死皮。那因为生死皮的理由是什么？他觉得十二是定狼，他觉得如果还有个狼就是十二跟九护彩，他也觉得十一不是，他觉得五可能不，那就他觉得是五九十二，五九十二，十二铁打九，他觉得五十二跟九是两个，他就证明了一个翻牌可能是一个什么怪盗就没出局，自己才能可能证明是好人呀，不然为什么要生死皮啊？这是我的理解啊，因为位置上是他们几个，是他们几个，所以只有你可能保护一下我，我是无能为力了。他们今天要弄我出局，一先别动，我觉得就是二五十二里弄，我的建议可能会弄二，因为他凭什么说十二就是一定要今天生死皮啊？他们两个里出一个，十二跟我在他视角里，我跟十二可能只出一个嘛，暂时来说可能是只出一个，就算互打也不会先打我九吧，九被无数人攻击了，那一个那他剩下的狼位里他觉得一补十就是五十一两个呀。人次肯定是在二跟十二，因为昨天我听四发现他一直在画圈，一直在画圈，一直在画圈，而且我认为五是好人，他踩的是五，我昨天认为九也是很像好人的，他也质疑的是九，我觉得七是像狼的，八我认为是好人的，因为他跟第一盘那个差别比较大，其余的对我来说就是 X， 我什么都不知道。十一号玩家是你们告诉我的好人，告知所有人都告诉我十一是一个好人，那时候排了十一。我在只是在斟酌一跟十二里面谁是最后一个狼，这是我最后一天那个昨天的想法。我因为我是很早就知道三是警犬出局的，所以我很想翻一个怪盗，所以我选择翻了四号玩家是平民，是我自己的问题。二十二 PK。我想一想，七是狼，二十二 PK， 外面五，拎起来说今天还有四个狼，五的发言也不太像狼，我也不想质疑我保的八是不是狼。二十一十二七，跟第一天的一二四七九，把九排了。啊，我是真正的五是好人的。一号玩家也是好人。二十二 PK 过。所有选手发言完毕，警长归票二号、十二号 PK， 警长票为一票。所有选手请戴盔投票，请投票五、四、三、二。一停止投票，一号投给二号，二号投给十二号，五号投给二号，八号投给二号，九号投给二号，十号投给十二号，十一号投给二号，十二号投给二号。投票结果，二号出局，请发表遗言。我不是狼，没结束三应该是狼 DQ 的，或者砍完一刀，明天早上结束。这个票型出来，我不能是狼，除非第一天三是狼 DQ 的。七是独走的狼，长还剩两狼，二十，或者还有一个狼倒钩了。票型出来我就一定不是，基础逻辑啊！你们明天不要再起身告诉我二号玩家底牌是狼人走的，我觉得五不是九不是，你重新定义八吧。三七十二，不然不该结束了吗？怪盗还有盾。哎，我也不想在这里去算什么轮次不轮次的。我觉得五的发言都不像，九也不像，十一、十二是两个吗？你们不要再去参考什么质疑二号玩家的遗言，因为票型出来，我就只能是好人走了。
不可能是其他身份。我希望三十郎走的，不然可能我们下楼都得一起吧。没了。一言完毕，是否发动技能？五、四、三、二、一，请死亡选手离场。天黑，请闭眼。表情五、四、三、二、一，天亮了。昨夜十号选手死亡，游戏结束，狼人阵营获胜。本局游戏版型为侦探怪盗，其中狼人阵营为一号、五号、八号、三号、十二号，侦探为猎人为九号，警犬为三号，平民阵营为二号、四号、七号、十一号。第一页，狼人落刀十号。女巫开解药形成平安夜。第一天上警环节，十号当选警长。放逐投票环节，十号发动技能，翻牌四号，四号为平民。第二页，狼人落刀六号，外套没有发动技能，女巫闪回七号。放逐投票环节，二号被公投出局。第三页，狼人落刀十号，游戏结束，狼人阵营绑票胜利。啊，恭喜本局狼队获得胜利啊！那由于还有大满贯吧，大家也都看到，对，因为叫侦探的时候，三号玩家底牌摸了个是个警犬嘛，误睁眼了，也不知道因为啥，导致三号玩家被低亏了，太紧张了吧？对，可能吧。其实这局我们也很难选，我想想看吧，先投一个狼队 MVP 吧。其实四个狼人都表现的还可以，一个都没被好人找到，好像，反正打归打呗，归的反正都是好人，反正也有好人。弄呗，就犯错呗，反正也不知道谁是狼。其实关键我觉得很多都被三这个一弄，好像弄的都干嘛了，好像我感觉。来吧，来，狼队的MVP，三二一。我选十二的原因是，毕竟第一轮没很多人都怀疑他，其实很多人都怀疑他，包括自己同伴一号，然后他自己发言也没让侦探去翻到他。然后第二轮没有发动技能，在 PK 轮次还，当然 PK 轮次肯定是同伴极力投票了，对吧？但是也没有让侦探去说把十二号投死，所以我选择了十二号。我只能说四个狼表现都一般，比较平庸，没有什么很出彩的地方。其实都被好人保了，狼人都被好人保了，对吧？唯一就是因为奥根十二 PK 十二活下来把二 P 走了嘛，只能在这个轮次上十二做出贡献，且笃定性胜局四张保票、所以还是选十二号玩家。其他也就没啥了，因为两位裁判都已经说过了，给到十二号玩家的。其实我刚刚也有稍微考虑一点点五号，但是也一样，也一样。五嘛，就是唯独的成功点就是把好人骗了，就把七，还有一点是需要带到十号的嘛，弄掉去了。然后十二号对，也其他这个好像没什么明的神，都比较平庸，关键只能在里面再稍微挑一点起来的，好像就十二号玩家了。也不知道。反正都很好，都被好人保了。来，那个好人禁令我们选一下吧。三、二、一。就从第一轮到第二轮一直在攻击十二号，对吧？只有二号家能找对了狼，我也觉得只都保了两三个狼，至少。都好人都多多少少保过狼，至少两。但是二号在一直选择跟大狼搏斗，对吧？对吧？打不过，打不过，对，打不过。嗯。那好，那背过。三二一，是十是吧？我这局游戏真的是好难选啊！我觉得真的也很难选，没办法，因为改了，又来了致命一击。致命一击里面他没有投而已啊，虽然他没投，对，让他拉了 PK 嘛。其实我本来也有考虑过女巫的，其实我也有考虑过女巫。咱们先选着嘛，然后门派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写申诉。我想希望他发的什么言是被打成定脑的。谁啊？七号玩家，他没发什么
那个呀。哎呀，这个不存在。他们没有怎么发言。从你的视角觉得他发言好，但是场上的好人觉得他不好，你没有。对对对 对, 对，就狼人不攻击另外两个牌的井下，那你有啥生存空间？因为我们提前知道答案了，所以就觉得他发什么都是好人，对吧？对，就不好说。嗯。那就宣布一下那个本队的本轮的那个第二局，狼队的 MVP 给到十二号玩家，好人的精力给到二号玩家，以及好人背锅给到十号玩家。希望第三局的狼队春天的，希望第三局好人再接再厉。获得了第二把游戏的胜利。接下来我们要采访一下狼队 MVP 十二号玩家小马哥啊，那个小马哥还是不负众望，上来就是那个 MVP 先送掉一分。我们华山驿站的时候，龙哥还在说，他说那个上一届小马哥过来的时候，就是东沟马憨憨一分就没了，这一把做起来就是 MVP 一分又没了。来，我们聊一下吧，跟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吧。其实呢，我们本来呢，因为我们自己每个门派都有自己的群嘛，我们下午的时候，我们那个法王买买提啊，是给小马哥支过招的。他说，如果那个侦探狼王的板子你拿到那个狼人的话呢，我建议你去悍跳一个那个什么，反正女巫啊、猎人啊，什么都可以，反正是有过这么一个建议的，就是说跳一个神去找一下。但是呢，小马哥最后没有去执行这个战术。那么小马哥第一轮发言的时候，因为同伴已经选择去你们互踩互做身份了，一号玩家是去踩了你的，所以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视角。因为首先呢，你也是被盯上的，被很多好人盯上的，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又是希望通过什么战术导致最后的警长不去将技能使用在你身上？跟我们聊一下。其实警上那个我是好像是不好跟首先跟狼队报个歉啊，因为本身他们是想刀六的，因为我是定时是个铁身份进入的夜，所以我是接近刀十我掰了刀，所以刀子因为其实我饮水他是我们的饮水，他起来就保了我们狼队有八号玩家，所以我的井上就开始以那个就结合以后那个因为三号玩家 DQ 了嘛，我就是一个看到二号玩家跟六号玩家跟九号玩家在笑，所以我就以一个好人的心态打心态这个逻辑去这个逻辑基点来打他们的。然后那战术首要目标就是首先你是通过了一个合理的理由先去试探一下外置身份，其实你心里是知道三是身份走的。好，继续。本身他们要我跳警犬，其实蛮提下我之后像我跳警犬的，但是那个我想了想，因为三号是个 DQ 出去的身份，那我呢就我担心他真的就用那么巧又是那个是个警犬，所以我就没有跳，结果我也是个大狼，所以我想着我既然没有开的情况下我就不跳。但其实我第一轮成体的发言我是想我是按跳警犬跟十号玩家对话的，因为那个九号玩家园长他发言的时候他第一句开口他就对十号玩家说你是汪汪吗，所以我就想用这个逻辑去跟就对号十号玩家说你他对你说他是汪汪吗，所以在我自己身份是很敏感的。其实是有我接下来我想和两个逻辑点，要不就是我自己起跳警犬，如果三号第二轮没有死就是他翻错没有人跳警，或者他翻对没有人跳警犬，或者他翻错没有人死人的话，那三号玩家就是警犬，我就可以这个逻辑打他，我说明明有个人 DQ 了你为什么要暗藏身份再找他，我就觉得九号玩家在找身份，这是所以我记得第一天就一直想扛的就是九号玩家。所以你其实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目标去攻击的，
所以呢，那个首先你把九号玩家作为你的目标，其次呢，你看到警长让九号玩家先发言，所以你个人更认为就是是有机会，踩九的话是能活下来的。对，好，那么来那个第二轮，我们再来聊一下。第二轮其实是你是高质发言的，相对来说警长其实已经引起注意了。你第二轮当时发言的核心目的是什么？我核心的发言目的还是贯彻我这个逻辑基点，就是一个好人在有人 DQ 的时候，应该那个。不应该至于开心这个情绪，所以我就还是用这个逻辑点去打九的。然后那个，因为而且我攻击过的人，包括一号我的蓝同伴，包括二号玩家，他们都是一号玩家也是他，我人家说了，他们应如果说一号玩家能以这个有逻辑来保下别的好人，就应该能够保下我。所以一号玩家打我做身份的时候，我就直接反击过去了。所以你也是接收到队友这个信息了，对，再踩回去。对啊，好，那么这一局呢，也是相对来说，首先警犬被 DQ 嘛，也是我们那个狼队的那个。大优开局，然后呢也是最后稳下来了，并且拿到彩蛋饭，还是恭喜我们的小马哥好吗？好，最后还有一把，你想拿好人还是想拿狼？我还是想拿好人的，想拿好人，因为我拿好人拿了两把 SVP 了，我还是想用有好人的 VP 进这个解播室的。好，那么也是希望那个第三把你能够，你既然想拿好人，我奶你一下，你能拿狼，好不好？谢谢谢谢。好，那基本上就先这样吧。那么最后时间里面，还是感谢一下斗鱼直播对本次赛事的独播支持，感谢我们的赞助商天天狼人 APP 以及我们有承载雪花酥对本次比赛的大力赞助。那么我们还有一局比赛，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得开心，玩得愉快。我们待会儿再见，拜拜。